宝石一颗，绿宝石一颗，两颗。偷袭。我来弄附魔了。好。对，两等不够打。哎、欸，怎么又崩坏一次？那刚刚是刚刚他说刚刚警告，警告怎么又崩坏？哎、欸，有没有人有那个啊？击退啊？击退附魔，我需要。上次我记得我刚刚帮一把。哦，有吗？击退一的。击退。那刚刚这不知道谁的锋利剑、啊？有击退一、锋利二那个。锋利好有用。我现在他们刚掉一把锋利三给我。哦，锋利二剑哎、欸。谁装备比较好？我有个，我有保护二的衣服。我现在保护二了。我也保护二了。完全没有在考。对啊，要冲三吗？快保护二了。偷偷吸一下。我要经验。要带一个经验牌吗？你这把要不要用好的锋利三？你屁股后面那一把。我也好想要那个、哦。哎、欸，可以再一个，可以再一个、欸，哎，要吗？好啊，好。可是要放哪边啊？好难放啊！谁又丢了一把剑给我？锋利二，我丢的。来，谁要用？我这边还有把锋利一。哎、欸，不小心吸到了，给你们。他击，好了吗？嗯，可以。快了，OK。我放旁边啊，木台旁边啊。再吸吧，快点，又得吸了。吸，我去这边吸。好。等下有什么可以买呀、啊？没有铁。你、欸、拿错了。哇，他们铁也太多了吧？对啊。他们都存起来，等一下他们应该会冲一波吧？好。不过这个金月球赶快把它吸起来。要捡到锋利二哎、欸，放回去。不是，那个是我们的铁。我们啊，我们蓝队哦。嗯对啊，我们蓝队啊，是我们的铁哦。那、啊、我们蓝队，我先去拿，我买加分祭坛，我把宝石拉回来，是把绿宝石拿出来又丢出去。我们是红蓝队，蓝队是要挖什么？红石对，嗯，啊、哦、红石，那这个青金石这个丢掉。你要不丢虚空吧，我再回来哦。对啊，我再回来哦。对哈。再弄个装备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点错点到耐久。No。除了耐久之外，它还有什么、啊？只有耐久。好啊。我有个耐久一的鞋子。好。可以穿很久。对。我要点保护，结果点到耐久了。你老了。可以虚张声势。我鞋子穿的比你久。对啊，搞不好他就说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看谁的装备先爆啊！好满意。哎呀，吓死我！刚刚看到小雨从我眼前一闪而过。没错啊。小雨。对啊。拍卖场。在我们家那个商店那边。TP 送你过去啊！天哪、啊！你是不是不小心领了一堆绿宝石出来啊？不是，这是那个，这是他帮我们打掉我们核心之后漏在上面的。哦。好可惜。等级不够合的，要再去吸一下的。有三个绿宝石，弄好了。好。是说我们有用分数祭坛吗？有，我用了。哦，有，所以我们的分数也在加，他们还没。我想说，怎么分数有在跳？嗯，先弄起来。你的加分器还要再买？哎、欸，那就再买啊！
对啊，我还不屌买一波，多买几个，屌买，多买一些，买光光。我在那边跪到八等，才能把我装备都合起来。我快了，我快可以把这把剑合上去了。我还有好久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有了，还有一滴，我合好了，好，剩下都给你吧。给我一颗，给我一颗。哦，有了有，我可以走了。这么好和平哦，希望能保持下去。晚上我们会开聊天台，喝完一下，嗯，有一。有一一一一一，哎，斧头看起来父母感觉就感觉很帅，其实只是耐久一这样子。小心动物你吗？然后大叫，哎哎哎哎，对面的有，对面有父母耐久。斧头为什么有父母？为什么他有父母？父母有父母什么？等一下哈记，你是把金睾往我们家的虚空丢啊？他刚才讲了，不是啊，啊你总是丢虚空，哎就得嗯哎呀，想说哎，虚空虚空那边有东西拿去看一下，不对啊，这稿子那不是我们的吗？嗯丢，丢了丢了丢了，不要再龟四等了，全套保护二，然后锋利四，哦，可惜没击退。我有击退二锋利三的剑。嗯，我干嘛？我干嘛？我干嘛？剩二十秒，好，又来了，好，好又要再打起来了，准备了。好，先买一金苹果。可以。这边有点尴尬，他怎么上去？塞进去。你要从那二楼跳到我们的那个工作台，然后再跳到他们的巨壁。嗯，所以上面也要有人守啊，不然下面的上面，他们可以从跳上来的。来了，桥连起来了，桥连起来了。嗯，这桥上面怎么有方块？哦，是反击。那我放的，那我放的，因为他们刚刚想要放 GB 挡我们。那巧克力放的啊，我在想呢。好，底下有谁？他去底下是谁？他们把岛要连起来喽！刚刚巧克力来了，刚刚巧克力要来了，刚刚巧克力要来了！啊，完蛋！你怎么了？掉下来了！从哪掉下来？我一拳的！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？你是那里呀？对，你会死！有攻！哎呦！那个要不要打 Q 了？还是你想要跳一下？我 DP 到你那边好。你行吗？你是没有盾啊？怎么对没掉？你要不要先回来？为什么？啊？对，我刚掉下去卡住了。对他跟我犯了一样的事。哦，他们全在上面了。对，他们全部在巨壁上面了。嗯。哦，这是我们加分地毯。我们要守一下分数核心吧，因为是我们的分数来源。如果他们挖不到的话，哎，还有要秒你哦，在秒你哦。他们都这下子是小雨在家里面，其他都在上面了。好。他们左边有路吗？上面有人在顾哈。嗯，他们上面、欸、上面我在上面。他们四个在前线。好壮观的景象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吸到一个追击之箭？走开！去去去！射过来的啊！射过来的、啊。头都有一个头，哪一还在打我啊？我去买个光。哎呦，真的被打到了！小哥想跳啊！小哥想跳啊！来、啊，小哥跟团团啊！他们要来了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那边，横台那边。他们想左边，左边集中。全部都过来了。我拉后，我拉后。有有有，看到了。巧克力来了。他要过去。团团在发呆。他从下面来，他要从下面。小雨也来了，小雨在进布歇塔那边喽。好。然后二零在上面巨壁上面破盾了，破盾了，破盾了，破盾了。好，那二零掉下去了。哎呦喂啊，我也掉下去了。他都在西瓜这边打。破盾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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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盾了。好。
哦，在后面。哎呦呀！我连塔都打不到哎、欸，直接把他推下去。这样推下去，装备是不是跑到我们这边来？会，确定哎，好像是哎、欸。但我们这，但我们地盘就是、啊、我们那个玻璃上的话就会，应该是在我们这边的地盘吧？应该是吧？他们附魔好，然后送装备给我们。啊，他波动，他波动，他波动，我一用斧头，我一用斧头打，你们把我拉，那个，你们继续输。小雨怎么不动了、啊？卡住了吗？我不知道、啊，他没血，他没血，还吃，他回血，他回血，他又回满了，他又回满了。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挖到东西了。他，你还在挖？加油，加油，挖起来，挖起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小 K 在这，剩那围盘盆的，我又不死啊！小雨上来了，小雨上来了，后面还有20哦，赢了，技术难度3D，谢谢，不用加班了，不用加班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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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了？不是，没有，反正抽了之中赢的，反正在他的。偷摸进去他们家里面挖了、欸，然后他们全部都在前线，对，他们在前线，哦、我就沿路慢慢摸进去，用遮蔽物慢慢挡。好猛哦！好猛哦！终于可以当处刑者，我开心哦！哇，可以玩了，快玩快快玩快玩快玩！到了到了！不是小雨是不是卡了啊？对啊，小雨是卡。你是很卡、啊？没有啊。因为我刚我从你面前经过、欸，哎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我是不是等铁定等到生无可恋了？生无可恋。我等下点。因为轮到了我们这边。铁定，然后呢？击球。哎、欸，你们刚刚超恐怖哎、欸！是不是封锁战法？对啊，我不知道说上面可以放，吓死人了。妈，让我出去！所以才想要再玩一个这个，你让我这个中央桥就想很多，然后结果他都是清的那些别的。好了，让你出去来。哦巨力战法，真的，刚赶快去买那个高台，不然差点。因为看到你放第一个的时候，不对，他们要把我们封锁起来。巨力下面是西瓜，有没有摔？有啊，而且杰瑞刚刚说，哎、欸，要不我们再放一个巨力，我把西瓜，我说不用不用不用，巧克力一定会放。过来，第一个先放西瓜。我就看你们没有要放，就赶快过去放。我想说，嗯，怎么可以放东西？嗯哇，不过要小心的、欸，连附魔台上面其实都跳得过去。对啊，都可以跳。嗯，这衣服不能脱。你想脱巧克力衣服、啊？什么衣服？哎、欸，他想脱你的衣服啊！他想要脱他的衣服啊！没有啊，没有啊！哎呦！啊！你怎么心这么低啊？那什么乌鸦？被撞一下就死了。我说踩一下怎么就死了？太可惜了，我们太穷了，我们忘了买那个提升铁。铁啊铁的。然后就一直用绿宝石，然后最后才发现，哎、欸，没有提升。奈龙宝。我想说，这个铁怎么这么慢？我是想今天大家都有共识，都不用绿宝石了。真的，我们都以为已经提升了，就觉得怎么越玩越穷。自信第一名，零铁还不能领到绿宝石，神奇啊！一拳哦，放太近了，放太近了啊！对啊，坐着换个位置啊，分开一点、啊，可以离开一点点啊？可不可以身上绿宝石也可以存一下啊？拜托、啊，痛苦了、哦，领出来也存不回去啊！那绿宝石设计应该就故意是要用这样子。对，像刚刚巧克力挖掉之后，我们就五十几个不能放进去。对啊。有没有只要想办法去挖掉？所以我觉得还 OK， 只是真的靠太近，还没死，死了，终于死了。我觉得，哎呦，这种中央岛、三大岛真的很刺激。嗯，他可不可以设定那个压力板呢、啊？他不是顶一堆绿宝石吗？踩下去一下就死，按钮在旁边呢、啊。20个，不然一次都领20个，就是按按钮，对吧、啊？哦，就是像20那样子嘛，领多少按钮？50、15这样子啊。不是不是，我是说它压力板旁边放一个按钮就没有，用开关，开关比较快啦，不然一个一个按好慢哦、喔。开关对啊，按钮还等它弹回来。对啊，开关可以连点。你要领一堆的，就是踩上去嘛，啊不领的就是按旁边、嗯。绿宝石啊，主要尤其是绿宝石更难、嗯。铁还好，反正用完就出来。一次都20几根，那就哦，我天哪，又要再等。绿宝石一踩，哇，家里就没钱啦。我只是想要4颗，结果领了30几颗，就想要领100块，然后出来了一千块一样，出来10000块，
搭个公车也要领1000块，真的还找不开。请问请问你要还原钞吗？不好意思，可以这个可以找钱吗？不给，没有找哦。我们是第一次玩到一场，然后我们两边没有连起来的。哎，真的也没有连起来。好，我们两边没有连起来，靠空调啊，完全没有连，靠空调才可以休息，你知道吗？第二天我们是都没资源，所以连不起来。对，想连也连不起来，资源都没了。我们家资源好丰富，我们家就是你们家这边岛超多的，都是超级巨大的岛。哦、我们家好多东西哦。嗯，我现在发现巧克力那在跟巧克力那一对他们的岛都会很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们是第二天要买那个加分祭坛，没钱买是不是？我们什么都没了，一无所有，零分哎、欸，没有，不懂得储蓄的概念，居居，真的，谨慎理财。好的，休息休息，拜拜拜拜，休息啦，好啦。今天几场啊？连赢哎，好爽哦！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晚点还会有 POE， 嘿，跟哈基他们就是啪一些任务而已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，帮我点个订阅。下次见哦，拜拜。哎、欸，播广告。